肝硬化患者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的原因有哪些？肝硬化患者他后来出现了由于狭小叶的形成，那么患者可能会有门脉高压的形成，有脾大，有脾亢。那么脾亢、脾大、脾亢就是我们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。那么脾脏它会把全血细胞在肝在脾脏进行这样一个破坏。破坏掉以后，由于我们血细胞的生成速度赶不上它的破坏速度，所以说就在临床上表现为全血细胞的这样一个减少，包括红细胞、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减少。那么患者一旦出现了全血细胞的减少的这种情况，我们第一是主张到专科医院进行专科诊治。第二，如果说全血细胞减少得非常明显，那么患者出血风险会很高，感染风险也会很高。那么建议患者可以进行一个脾切除术。那么脾切术也是要到专科综合性医院进行手术。